大家咧一齐参与 Dormus 成乐永久美丽更彻底全城 Vloggers 啲告别 DIY party 嘅。其实好多女孩子都追求紧呢个白滑嘅肌肤 ，Dormus 咧一定帮到你。先咧就系 search 我哋 Dormus D E R M E S 嘅 fan page 啦。咁啊，入面當然有好多最新嘅優惠同埋消息俾大家嘅。咁其實我哋公司咧優勝之處就係我哋嘅效果，一年裏面做六次之後咧，每年咧都會有三次嘅免費保養嘅。激光咧係非常之安全，我哋會喺你手嘅內側度啦，係啦，做一個 spot test 聚點測試，睇下你對 laser 冇敏感嘅。DIY 係會對皮膚有傷害嘅，請你企起身。啊，大家係答啱，咁佢哋可唔可以坐低啊？答啱，可以。如果你是剃的話，因為每一個力度都可能是不同的，所以其實會剃傷皮膚，甚至乎可能會剃損的。徹底的美麗很簡單，就是我寫了這麼多年專欄，其實拿著兩個字寫了幾年了，來下去我都是寫一樣東西，就是自信。你了解了自己先，即是怎樣在那個所謂人哋眼中的所謂弱點，弱點去轉化成自己的優點，自己的自信。我天生呢條眉就黐埋，你啊鼓起勇氣 DIY 啊，因為嗰陣時有對 DIY 多啲，我呢橛皮膚係差啲嘅，條眉黐埋啊，或者喺呢啲叫腮骨位啊，即係啲鬚根好勁，原來都可以透過 Dermis 嘅激光技術去幫佢哋改善。今日邀請大家嚟咧，仲想做一個告別 DIY 嘅儀式嘅，同佢 say goodbye 噶啦，即係要棄置咗呢樣 DIY 嘅工作。